哎，什么情况？这个人偷偷摸摸跑到棚里面偷拍咱们栏目，偷拍啊？那把手机照片全部删除。删了，他们的检查过了。删了，放人吗？哎，这不合适。这个爱的魔力是咱们台里王牌节目，毕竟全台的收视率都靠我们组撑着呢。您要是一句话就放走偷拍视频的人，以后被某些人恶意剪辑了，影响到了我节目的宣传，一个视频能毁你什么节目？我只是害怕有些人不怀好意，派人来我的组里露些影子没的。师哥，有时间对付，不如花点功夫先把节目做好。 你上来，谁让你上我床的呀？你给我下来！不不，下来，不下来。先不是我今天事儿啥？嗯，这个枕头明天早上起来脖子肯定得落枕。你是什么？晴了吧？玉莲啊，你应该早上吃早饭，你想吃什么呀？那个，我明天早上我出去跑步的时候，我带回来，我买。那明天早晨咱娘俩一块儿去锻炼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，好呀。晚安。哎，我觉得现在当务之急还是尽快把这件事情平息掉。怎么平息啊？去跟着他的团队。 沟通一下，你请来的律师就是让我跟这种人低头的是吗？那我是不是还得下跪求他呀？要是这样，我要是律师干嘛？你们两个可以一起消失了。廖律师，跟你聊聊呗。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？不是，你怎么一看到我就这个态度啊？我记得我们之前好像停战了。谁要跟你战啊？我就算战的话，也找个值得的人吧。刚才应该是罗修骂了你吧？以你小炸药的脾气，你应该炸他呀！你跑过来炸我什么意思啊？你今天来找我是跟我吵架的吗？啊，聊正事儿，你在递律师函之前有没有找蓝雪聊一聊？你是在教给我怎样做一个律师吗？